这个日志是吧？这个是全鸡蛋，没人来那个老汤。这个属于菜，属于汤。这个属于菜。这是全鸡蛋。哎，全鸡蛋。哎，全鸡蛋。刚好熟的味儿。呀。红娘。胡椒。哎，现在做这个的不多了吧？哎，那做这个的没有了，那谁做这？啊。三号葱丝腌制啊。